是布布，今天跟大家分享阿角钢琴线快别换指线的动作。因为摄影机在那边，我手会有点卡卡的。那当然，这不是主要要分享的。我们下面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的机构，那比较简陋，后面还会再做修改。那我换一次指线给大家看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谢谢大家。